皮雷雷雨山，我是芭比雷雷顾我是芭比雷雷的凯凯。好，这组合太厉害了，我们是不是有助手？助手朋友，这么助手加入你们的。对。好，为什么今天会有 MP 魔幻力量来到我们现场？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我们第一集的话，在他们的祝贺影片当中呢，他们非常的呛，说什么有种就打电话给他们啊。我跟你讲，有拍过这种东西吗？有吗？有，应该是被逼的。对，被逼，那天被逼，所以被谁逼的？心情不好啊。所以你们祝贺也不是真诚的祝福。没有，这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电话的原因。对，原因要跟大家解释。不要解释，直接说为什么今天会邀请他们来现场，就是因为他们呛我们，所以我们要直接把他们。我跟你讲，我们两团积怨已久，所以今天就来拼个生死。跟你们 PK， 而且我跟你讲，今天游戏的惩罚我们就完成的，你们绝对会很惨。多真，谁是？这么真？好，这也是 MP VS Puppy Lady 哦。是吗？哎，也没有。现在会是我们男生还是女生哦？对，就是为了讲求公平，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猜拳，然后可以选团员。对。我喜欢这样考验你们的友情。哎呦。是考验你们的友情。我们已经没有友情可言了。我们没有友情啊，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友情的。我们只是工作的关系而已。好啦，现在话不多说，赶快把我们团员请出来吧。我跟大元先猜拳，然后先选你们两个当团员，然后男生选女生，女生选男生。好，好不好？太好了，我最喜欢。我先跟你猜啊，走，马上我们分裂了。剪刀石头布，剪刀布。我跟你说，你先选你的嘛，你一定要选我。为什么？因为我是我们这个我们分队的常胜军。可是你刚刚不是比较好？不要选他，那你就错了，因为我很特别，因为我本身是一个loser，因为没有赢过。如果你赢的话，会特别有成就感。那我还是没有选你好了，我没有被颁奖吗？所以我现在只能选凯凯，对，是可以选后面。没有，你先选凯凯。成就感，这样才有成就感。挑战。我平常比赛也都是常胜军，对 ，OK。我今天跟你对了，太好了，跟你。哎，剩下谁还没被选到？红狮跟雷宝。那我们要选谁？想啊，我们两个退选，然后赢的就是红狮。好，对，好不好？对，这样什么意思？就剩一个女生，没有一个女生。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哎，你准备这样？哎，来吧，我们多一个。法磊，你那不选我，现在叫我来。没有，就这样吧。那我们还可以再选。再选一 round。哎，现在已经四个了。所以这边会多一个，对不对？对，他们会少一个。没错，我们多一个。没有，哎，那我们红狮你选好，你想要哪一个？现在还有谁啊？我们两个啊。他们两个。老少。雷宝。老少。我刚刚选雷宝就对了，因为我们都是常胜军的组合。拜托选我，他也是loser，拜托选我，他想摆脱这一段，好久不想，这个问题好死不死就还是这样。好，不好组了。对，那我们现在马上来进行我们的第一关，叫做保龄球 PK。我们来到我们第一关就是保龄球 PK。那我们真的是专打鲁蛇队。七球，算了，这人连三位都抢不好，我还是赶快进行一个。好，话不多说，来进行第一关 ，Go。
听听。哎，最强的不在你们那队啊。快点去，我跟你开始拍了。开始了，准备拍了。谦虚一点吧，不行。我根本连话都讲不好，怎么打球啊？接到。虚心。OK。加油！加油！加油！还不行，谦虚一点啊，谦虚一点啊，谦虚一点啊！你怎么打篮球来鼓舞？加油！耶！加油 ！OK 了，难解难解了。加油！加油！加油！还有十九，还有十九，好，那么一个。
哎呀，喜哥最有饮料了，哎。哎，这是我的、啊。不没关系，这块该擦酒的。你要擦汗吧你。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现在比分是85-63，六十三，好公司再去领饮料了吧？好不好？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小金，小金是谁啊？连续三个拳头。刚才话那么多的这个人呢，在要上这个通告之前，一直跟我们呛声，他说他是200分俱乐部，所以现在对嘛？63分，厉害，很会说话，打两局加起来，这是100，哎，是不是？好奇怪哦！哎呀！有感觉，有感觉，来，哎，大家呀，接到的话就接到，对不对？哦，有。马来西亚这样比较好解，这样比较好解。OK 的 ，OK 的。它的风险比较大。完胜嘞！好烦啊！知道我们的主场演唱会的官方指定手势，没错。当你比出这个手势的时候，大家都是朋友，大家都是朋友，大家都不是敌人。你讲起来很像假的。没有，真的，真的啦，没事。哦，不要再切割我们。哇，下一个游戏要玩什么呢？下一个游戏就是飞碟曲棍球 PK。哦，谁输谁还不知道呢。10月20号在台北的小巨蛋见，复活化力量的出道5年首场万人演唱会。我们的主场，然后票已经快要卖完，然后希望每一个在电视机前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复活化力量的第一次小巨蛋见。哎，这个，你们怎么忍心欺负一个手痛的人啊？你要手痛啊？观摩可取的人。好，再来。摸，全场来。想看更多更精彩的节目吗？那就要记得下载东网台湾 App， 里面也可以看到东网快票秀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多多下载。我们是